这我们就要开始做计算题。计算的时候注意事项。第一，请你算的是溶质跟溶液的比，糖跟糖水的比，不是糖跟水的比。分母放的是糖水，糖加水，分子放的是糖，这一点请你注意，待会会有题目。再来，我们是均匀的混合物，这种题目会考，考过不用算。我有一杯糖水 20%， 300公克，我倒出100公克，请问你倒出那100公克多少？ 20%， 剩下100多少？ 20%， 不会变？不会。我是均匀的混合物，我原来浓度是多大，我倒掉一半，那个还是一样多，没有改变。这种题目有考，但不用算，原来多少换又多少。加水稀释的题目，你可以认真努力的用公式去算，但是我的教法是找到不变，找到相等。一杯糖水往里面加水，糖水加水之后谁没有变？糖没有变，原来里面有多少糖换多少糖，就是改变水而已，改变了水跟改变糖水，就是糖没有变，所以我就写个等式，叫做稀释前的糖等于稀释后的糖，我就算出来了。就是我们待会要做的方式，加水稀释拉拉的时候，溶质是没有变的。如果题目有告诉你，我100公克只能够溶10公克，题目如果有写，或者题目有写我的饱和浓度是 15%， 那么你计算前或者计算后，最好是计算前，起码要计算后，要检查有没有超过。我告诉你我的饱和浓度 15%， 你算出来 17% 铁定是错的，你最多只有多少？ 15。 我告诉你100公克只能溶15克，我告诉你我给了你25克，25克不会全溶的，这要注意计算。如果题目有提示你溶解度，计算前或计算后要检查有没有超过溶解度，最好计算前就检查。好，开始。20公克的白糖溶于180克的水中，请问你百分浓度多少？最后的问题响起，问百分浓度，百分浓度怎么算？下面放溶液，上面放溶脂。什么叫溶液？溶液叫做糖加水，叫做糖水。糖加水叫糖水，叫溶液。所以重点就是它的下面这里，你会就这里，这里是20加180，不是180， 180只有水，我要放的是糖水，糖水是糖加水，所以要20加180才是我的分母。你写错就是你这里只放180，所以你就写错了。分母是这讲第一个重点，告诉你它比的是溶质跟溶液的比，糖跟糖水的比。好，所以算出来10%， 10%， OK。 可以的，我像你说说话这样 OK。 家里有人有问题吧？没练习上来，我不要抽这个，看这个好。现在三分，第三组、第六组、第一组，136上来。来，现在底下写，先在底下写，不会的去问人。待会找你们组再来。136，现在找的是136。第一组找谁啊？陈真。三找谁啊？刘如喜。第六组找谁啊？谢明浩。
好，上来了吧？杰明浩，啊，杰明浩，来，机器人，把它擦掉，还在这边挡路，害路。哎，很帅。杰明浩大哥上来。谢谢，谢谢。20%，三个指头站队。20%，三个指头对。重点跟刚才一样，重点，这又是一个换算，它给的是溶解度100公克的水溶25公克，可是它问的是什么？问的是百分浓度，所以你的分母要放多少？100加25，125。这是他的重点啊！你不要弄错就会写了。下面一个，双氧水3%，200公克有几公克的过氧化氢？双氧水是过氧化氢水溶液。公式百分浓度，所以你可以用小瓢虫去做，但是我的建议是你把这个公式背下来。我的建议是。你把这个公式背下来，溶质克数是溶液克数乘百分浓度，原因常考，它常常要用到，所以叫你把它背下来。溶质克数，你可以用小朋友，你可以用数学，后来小朋友知道这是这样的答案，你就记住，溶质克数是溶液克数乘百分浓度，所以就很简单。现在有没有溶液克数？有200。有没有浓度？有3%，叫做应有尽有，不用转弯，要简单题，往里面乘就好了。答案6克。请问有人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下面第二、第四、第八上来。二次吧。第二、第四、第八，上来1、3、6，然后2、4、8。第二组找王怡，第四组找林燕怡，第八组找徐永成。练习二，这个跟刚才完全一样，除了数字不一样之外，其他通通都一样。除了数字不一样，其他完全一样。上来。哎，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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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怡、李天怡、徐永成上来，把它擦掉，把黑板擦掉，把那个机器人擦掉，大哥，请把机器人擦掉。小姐，我说请把机器人擦掉。小姐，然后找位置写。这个跟刚才完全一样，除了数字不一样之外，其他通通都一样。
来，帅哥美女，第一，你们没有照我告诉你们的，计算之前先写公式，让你知道你到底在算什么，到时候你就跟上一次人家一样，乱乘乱除。第二，这个写法还算 OK， 因为你如果不想要写百分符号和百分之百的话，就要直接把它写成百分之三，然后下面是糖水，上面是糖 X， 你只是省略了非常多的计算步骤，但是勉强还 OK。这个呢讲起来也不算错，因为百分之三就是 0.03 嘛，这样子也还算可以。可是这位大哥啊，如果我们要用数学来看的话，这完全错，要15%啊，哪有15%啊？就15啊，哪有15%啊？你没有错啊，前面有百分符号，后面就要有百分符号，所以你要再除以什么？再除以100%啊？你要把这百分符号拿掉啊，要把百分符号拿掉啊，这样写是不对的。至少就数学观点看，这样写法是不对的。所以答案，有人有问题了吗？没有。下一题，这题是不用算的。我说过会考，这是87年北五专的会考，那就不用算。取出3%的溶液，取出100毫升。剩下的浓度多少？刚刚跟你讲过了，取出以后浓度会不会变？不会嘛，浓度不会变嘛。所以原来30%，取出以后多少？还是30%。不管是拿出来的100，还是剩下那个200，都是30%。所以答案是猪。有问题吗？没有。所以不用算嘛，不用算。那这一题呢？这题也跟刚才一样，不用算，不用算就可以直接问。29号，多少？多少？不会变。这是83年中五专，我跟你讲过这种题目会考，可是不用算。